你要买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可以乱买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陪你去。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做事不是一做很冲动的。 好地方就是这里，这里东西那么多，不好吗？人家是高级有钱人，怎么能够来这里买礼物？妈咪呀，这里不是普通的 supermarket 哦，那是什么？是 mega market，mega 就是很大的意思。我现在是 mega 的货大，什么没事做啊？妈咪，息怒息怒，哎，你慢慢逛，就会发现很多好东西的啊！来来来。 送人家送这个给人家，你还需要买吗？不用啊，家里还有很多了。啊，你还在用的？你的大姨妈来了没有？这小丑要蛋呢，这样大声怕人家不知道。你那个来了没有？来了，你到底还没有买礼物呢？来了。妈咪呀，有钱人家里什么都有，你买电器干什么？大一点才比较有面子吗？ 大一点什么啊？很多电视机还是冰箱什么的，他们天天用啊，天天就会想到我们吗？啊，我想最好是买电灯泡。为什么？哦，他们可以天天开，天天照亮他们，给他们光，给他们热，给他们。不如我们送李兰吧啊。OK， 李兰也不错，李兰部门在哪里啊？哎，不用去李兰部门的。你去哪里？罐头部。 罐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里面。